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求什么上苍，讲什么仁义道德，干嘛无济于事？你还有脸来见我？你，太医，你一天到晚生活在仇恨当中，现在把司仪一家害得这么惨。 我告诉你，天机头的人们现在正在搭救司爷一家，我没时间理你。可你记住啊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天机头的人是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这个混蛋！太医，你我虽有同门之意，可我们走的不是一条路。现在生死关头了，你还来捣乱生事？难道你的心是铁打的吗？ 融化的时候，我有办法救他们。切，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？你走吧，我真的能救他们。 你说的是真话？我现在终于知道。 情为何物了？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生者可以死，死者可以生，这就是情。 你干什么？这是？你是不是想下毒啊？到这儿来。人一旦做了坏事，想行善都难。我拉你来是要告诉你一个秘密。秘密？你听着，刘家的这眼水井，不是普通的水井。 它可是直接连接到天河。你说，只要不停地舀这水井里的水，这天河的水就会干枯。你知道，如果天河水干枯了，会是什么后果吗？ 师弟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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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呀，去去去去，歇会儿，歇会儿去，去，来。人山人海啊，啊，还有七乘八处。哎，我说孩子他爹，你说咱们要不要去帮一把呀？哎，他娘啊，论道理呢，应该出点力。你看咱天上地下的各路朋友都在那儿帮忙。他们平日都受了牛郎两口子不少恩惠，这时候当然应该出点力了。不过咱可从来没得到过什么好处。他们倒是害了咱们的窝，差点给块怪石头给毁了。嗯，咱的宝贝蛋也被砸坏了。哎，你听说那块怪石头是神石？可那神奇的力量咱一点也没捞着。因为都被牛郎两口子得到了。那你说咱还去帮忙吗？不去，谁让他们得罪了咱们？也是，哼，咱跟他没完。再说了，有那么多帮手了，咱们去不去没关系。对了，树林子的鸟都到这儿帮忙来了。趁着机会咱去那边饱餐一顿呢，吃得饱吃得好最实际了，走啊。真神了，水都变少了。金钩欢妹，我们赶紧咬，咬干了就能见到娘了。
启禀王母娘娘，牛郎带着两个孩子在不停地咬走天河水。让他们咬，让他们咬吧。这些凡人就是愚蠢，想跟天斗，匹夫撼树。王母娘娘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胡说八道，我怎么不好了？不是您不好，是天河水不好。这就更不对了，天河水怎么不好了？你慢说。是，天河水忽然之间越来越少了。什么？是啊，王母娘娘，坏了！慌里慌张的，有话慢慢说。又怎么了？天河水急剧下降，已经潜得见底，快干了。不可能，天河的水滔滔不绝，岂是他们三个凡人能咬干的？不好了，王母娘娘，不好了！这是怎么了？灶王，这还不到腊月二十三呢，你怎么就来了？就是啊！不得了了！小神在天际都看到，每家每户都在日夜不停地咬牛郎家的井水啊！一个倒下来，一个又冲上去；另一个倒下来，另一个又冲上去。倒来倒去，冲来冲去，水就都咬出来了，好可怕！那口井水可是连着我们天河的啊！这还了得！天河一旦没水，就会云飞电回，天庭可就难跑了。哎呀，这是出了什么事儿啊？从来没有过的呀！王母娘娘，此事非同小可，四阴下凡仅为家事，您作为天庭之主，不能因为家事扰乱乾坤法章啊！不能置天于为一而不顾啊！是啊，一旦天庭尽毁，我等何处安身呐？说的是啊，没错。别吵了！听我说。静一静，大家都静一静。天尽头的刁民，我命你们。
说什么呢？王母娘娘不让咱们舀水了。啊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不让舀水？为什么不让舀水啊？对呀，凭什么？王母娘娘，你听着，要不让我们舀水，你得说清楚了，怎么处置司印，怎么处置牛郎一家？就是啊，你下辈子说清楚。你要不说清楚，我们永不停止舀水。天规管教，哪容得你们凡人干涉？哎，这听着又说什么了？是啊，又说了。说，说。王母娘娘说了，司印自有天规监管，凡人管不着。为什么？凭什么呀？周大伯，你帮我告诉他，他凭什么在这冲大头啊？司印还是我干闺女呢。对呀，司印还是我们第一位呢。对呀，她是我第一位，她凭什么这么说？是呀，王母娘娘，你听见了吗？你要不让他们一家团圆，我们是不答应的。要我听凡人的话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不要理他们，谁要胆敢再反抗我们天庭，我就派天兵天将踏平他们天尽头。这可不行啊！难道主宰宇宙乾坤的我，还怕这区区黎民百姓不成？王母娘娘，您这话可千万不能这么说呀！古有前车之鉴，这龙王啊曾经与人作对，差点被章鱼煮干了东海。太阳神与人作对，被羿射死了八个儿子。是啊，是啊，山精卫天海，这凡人的力量不可低估啊！只要他们团结一心，那就说得出做得到。如果真跟凡人闹翻了，这咱们天庭也没有好日子过。您虽然贵为王母娘娘、天庭之主，但你也不能置我等和天庭于不顾。您答应他们吧，千万不能和人对着干呐！是啊，娘娘，主宰明鉴啊！要我听人间凡人的话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王母娘娘，此事就到此为止吧。你再坚持下去，弄得无法下台，天下百姓真的群起攻之，实在是对天庭不利，对您也不好啊。是啊，是啊，请娘娘明鉴，请娘娘明鉴呐。诸位，传我一旨，免去织女死罪。哎呀，是啊，这下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冠冕的死罪可不行，他们俩还没团圆呢。是啊。哎呦，我那两个外孙还在等娘呢。这谁说不是啊？你再跟王母说说，就这样。免去死罪已经无用。老少爷，我弟弟还没见到媳妇呢。对呀，这光免去死罪还不行，还不算完，这非得让他们团聚才行啊。对呀，就得跟他们说说，得让牛郎一家回来团圆呢。跟他说说吧，就得让牛郎一家回来团圆呢。快说说。大伙儿说了，是免去死罪，死罪不行，还要让他们一家团圆。哪
来这么多的请求？真是得寸进尺，胆大包天，简直就是造反！母后，你不可以再做让步了。天庭怎么能听这些愚蠢的人调遣？还有何威信呢？不如我用冰雪覆盖天尽头，让人间山崩地裂，把他们全都消灭掉。这可不行啊！这可不行！你别乱出主意了，都是你挑乱的。怎么了？又是我？怎么又是我挑乱的了？你什么事都往我身上推，就是你派的。怎么说我呀？你下去，下去，让他们别闹了。你公主，公主，就是你害的。还是见好就收吧。王母，你得承天运，顺民意。否则天庭不保，我们也要跟着遭殃啊！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！玉帝陛下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您得说句话呀！对呀，对呀，您说话呀！谁惹的祸，就该由谁来平息。你们二位有什么过节，毕竟是家事，我们不管。我们的职责就是不能眼看着天庭尽废，坐视不理呀、啊！对呀、啊，太上老君说的对呀、啊！你看看，你闹的事。我闹的事。我看这一切都是你的错。哎，我的错？你根本就是蛮不讲理呀！我不讲理？谁让你这样待我的？我怎么待你了？好，好，我不跟你计较。你现在看看这事怎么解决？有什么好解决的？把我惹急了，我就给那些像蚂蚁一样的刁民们好看。你敢？你要是敢伤那些黎民百姓们一根毫毛，我……你要怎么样？我们就一刀两断。你……我可是想清楚了，咱们这样子没法再过下去了。事到分手的时候了。你给我站住！你想明白了，没有了我，你就什么也不是，你就会失去一切。哼，你不明白，我失去的只有你，但却拥有了亲情、爱情、友情。你到底要做什么吗？很简单，还司音自由，让他们一家团聚。那不行，司音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你要惩罚我，尽管冲着我来，不要再伤害司音了。好吧，那我就让你一步。我可以答应司音和牛郎和孩子们见面，只能隔着天河见，每年只能见一面。这样子太苛刻了，为什么不能让他们真正的相聚呢？好啊，只要你能答应我，以后什么事都听我的，我就可以让他们全家团聚。你是拿司音的幸福来要挟我，我只能这样子了。你要不答应就算了，如果那些刁民们再捣乱，我就请西天王来镇压他们。如果天河缺水，我就让龙王调水来淹没那天尽头。我什么都不怕。千万不可以伤害无辜。好，我们就这样一言为定，你可要遵守你的诺言。朕已定夺，传旨。
死因本为织女星，因自下凡间私定终身，故而被褫夺神位与星宿。为什么一年只能见一次面，还隔着一条河？这算什么呀？闺女，玉帝说了，别让王母娘娘生气了，要不她会毁了咱们天净土。是啊，眼下也只能啊，让他们先传谣谣，就暂且如此吧。去帮忙，没出一点力，以后没脸见他们。我还不是不想多管闲事，为了这个家好啊。怎么是闲事？这下可好，犯了众怒，咱家也好不了。
座桥啊？桥？众乡亲父老，牛郎织女一家子的事，你们都知道了吗？翅膀和头顶上最硬的羽毛，为牛郎和织女搭起一座桥吧。
祝愿你们一家团圆，永远幸福。这一切来之不易呀、啊。太阴呢？你怎么想起他了？那个坏种。不尽然，不尽然呐、天上隔着一条天河，和织女啊遥遥相望，年复一年的守候，只是为了那一年一次的重逢。到了7月7号那一天呢、啊，无数的喜鹊飞来为他们搭桥。这个时候，地上的人呐、啊，可以倒一碗清水，放一根针，把耳朵贴在上面，只要你心诚，一定能听见他们说悄悄话。哎，真的有啊！真的有啊！听见了，哎，我听见了，我听见了！哎，真有啊！哎，谁？哎，哎，有有，哎，我也听到了。你听，听见没有啊？听到说，哎，是啊，说什么呢？啊，是啊，说什么？他们说，他们说有生有世不分离。是吗？听到了，这是我听到的。真的真相？明明是我先听到的。哎呀，来了来了！哎，马叔良，别看电视了，吃饭了，肉来喽！老婆，马叔良，来了来了来了！哎呦，李总、刘总，你们赶紧把酒我打开，都打开，把饮料也打开啊！周五啊，哎，玉玉啊，哎，郝伯杰，你们赶快照顾孩子，都吃好了啊！你们都赶快吃吧吃吧，哎，坐着吃吧，马叔良。哎呀，我得准备事，坐着一会儿啊，刘总。长相依，悲欢只为你。